先走了。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你先等我会儿。哎，蓝月，蓝月，蓝月，你先听我说句话吧。请讲。是我不对，忘了今天约好了你。真是的，还头一趟打的过来的呢。这个，害你白跑一趟。说完了吧，你还不赶快进去，人家都快浪出火来了。哎，我又不是没跟你讲过，玩这个没那么认真的啊。你玩什么认真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想在一起呢就高高兴兴的，要不然就算了。清楚。你清楚？你清楚个屁呀你。哎，你不给我玩你给谁玩啊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以为刘征还能再给你找一个像我出手那么阔绰的客人呢？你甭他妈天真了你。你是说那些钱，那倒容易。明天我就让刘哥去银行把钱还给你，可以了吧？哎哎。